嗨 嗨，晚上好。Hello。晚上好。让我拆个头，吃饱了。我这个。沙发还被我弄脏了，我的吃东西又漏嘴巴，但是还是有点饿，但我没有什么吃显得很有精神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衣服也是我这纠结了很久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就跟那天就什么，就最近，他给我去看衣服，然后他问我这件绿色要吗？我说我不知道这什么绿，反正它就是个绿色。然后呢，他又问我要不要？我说他先说哦，你不喜欢绿色。我想，感觉看着我妈妈失望的眼神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可以试一试的。然后就穿上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小相机。刘海在这里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谢谢陈 XQ 早睡的爱心气球，这是什么新的特效吗？就一天不见，怎么又偷偷的发明出来了新的东西啊？哇，谢谢诺娃小不辣子的生日蛋糕，今天是2月12号，我们的诺娃小不辣子他生日了，他诞生了，我们给他点一首生日快乐歌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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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谢谢 Lucas L，这个桃花风铃啊，这个。桃花雨很好看啊 今天阿姨还在那边说我怎么回去不好好吃饭，我说我吃好好吃了。阿姨，你说话可真客气 她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胖。然后阿姨还说你怎么剪头发了？我说阿姨，我以前是谢谢无名小卒。她说我以前，她以为我以前是自己的头发，有点难过。就是刚刚小北还说让我修一修，我说我舍不得，因为现在可能就看上去有点乱，但我舍不得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夸我的脸颊肉，谢谢小 easy 小 easy so easy，真的吗？不要修，可是就是确实这个。谢谢什么呀？今天头发长的，把我可爱死了！谢谢谢谢你的夜蝶。就这个下面，它有点多出来几个，因为我跳舞我受不了有刘海，太烦了，就会一直想要弄它，就很讨厌，它影响到了我就把刘海弄上去了。然后呢？因为化习惯了，在家里面就是那种伪素颜妆啊，然后呢，眉毛我其实是一般不画的，就是我眉毛比较浓，就没有怎么画眉毛，然后我今天就没有画眉毛。下来台之后，我把刘海撩起来之后，就立马补了根眉毛，把眉尾给补上了，然后还刮了个眉毛，把眉毛给刮伤了。然后我这边的眉毛也是，看这里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这个。这个，哎，谢谢谢谢绿绿酱的用来发电，啊、哦，看得见，这是我的伤口，谢谢绿绿酱，绿绿酱，你名字很好听，你名字里面有2个颜色，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我现在就穿在身上。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呢？我也就因为我妈妈才喜欢的，对，这是。这是爱的颜色，这是妈妈和我之间的一个故事，所以这个名字特别的好。谢谢想和多多做好朋友的 ZSY。我跳舞跳久了，我就不喜欢这个，嘿嘿，谢谢你们的考，谢谢世宇。
跳舞跳久了就不喜欢有刘海，是吗？绿色在国外其实是很神圣的颜色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开始端庄了起来。真的吗？那，哦，我以为是白色。谢谢，诶，是又送了一个吗？谢谢我们这个坨坨的好朋友 ZSY。今天辛苦了，不辛苦。我今天机长的时候都感觉像做梦一样，就有些人的脸熟悉又不熟悉。胸口的是什么？对，是徽章，是一种担当，是一种爱心，是一种勇气，是一种圣洁的颜色。它就是绿色。对，是个相机，这是一个黑色的相机。我还很尴尬，你居然看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是崩开了还是我没有好好扣，因为那扣子有点松。谢谢小石头 ISMY 的权杖，谢谢小石头。我下了台还很尴尬的和阿姨说：“阿姨，我扣子坏了，我刚刚我都没发现。”然后阿姨帮我缝起来了，明天就不会了，明天就不会了。真的假的？谢谢智商半小时。我忍不住大笑了。谢谢外卖员送香菜版，把阿姨的针线怎么行呢？我们阿姨今天很辛苦。谢谢2801，我感觉我肚子又要叫了。我明明才吃了水果呀，怎么办呀？喝水可以饱吗？喝水好像会叫得更快。以我往常的经验，我每次在这个点直播，我都会肚子饿。谢谢冬瓜和尚包子饭，谢谢。我刚刚看我的礼物，我看到了一本书。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轻松学车考驾照。吃不？我没有吃的，我不点外卖，不点外卖。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买的速食。我一般会喜欢，就那个什么，之前很火的那个。一大盒那种速食的，有什么适合下周送的礼物推荐吗？啊，今天可以说吗？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就今天做完瓜的时候，就答应了要想着帮忙想一下可以送什么礼物。对，然后我就是说，啊，我直播给你讲，我直播给你讲，彻彻底底忘记了这件事情。就是说，我的话啊，如果是我，我会想要收到一些，送冰墩墩，冰墩墩太难了，是，他跟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口红推荐，但我想了想，我深思熟虑了一番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在这里跟大家推荐口红，因为大家色号不一样，就是每个人的嘴唇颜色。上次讲过这个事情，很严肃的说过这个事情，就是口红色号不一样。送一，送上你们的心就可以啦。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一个套装，一套化妆品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个想法很好吗？有没有人觉得哇哦，好要有创意的礼物啊！就是一整套眉笔、眼线笔，送几十节舞蹈课，你送我，我会很开心。眉笔、眼线笔、睫毛膏。哦，不对，你可能不知道牌子。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。哎呀，
西子，花西子，我觉得它补妆是非常好的。谢谢，鳄鱼生日快乐，幸福美满的生日蛋糕，我觉得这个是别人送给你的，让我看看，我能不能看到它是看不到。哇，谢谢，鳄鱼生日快乐，幸福美满，祝鳄鱼生日快乐，祝鳄鱼生日快乐，祝鱼生日快乐，祝鳄鱼生日快乐。对啊，这个时候，木质香喜欢吗？你说它吗？谢谢不迷茫不迷失的权杖，谢谢不迷茫不迷失。嗯，我觉得香水也可以。我妈妈收到了一个新年礼物，是我姐姐给她买的一个香水，是最新的一个牌子推出的一个香水，还蛮好闻的。就是是一种话梅的味道，香薰也可以，但香薰就是像什么我这种鼻炎的人就不适合用香薰，虽然我还是会用香薰。对，有种话梅，然后有种，让我在我，对。哦，这就是我那天在家里，因为我经常偷偷喷我妈妈收到的这个礼物。我那天就是在家里闻到一股有一种牛奶的香味，就是这个香水的味道。我妈妈摆在桌上给我用，谢谢一支椰奶膏，稍微有一点点的中药味道，但是主要是奶香还有话梅的味道。这个 还好啦，妈妈以为是女儿的体香，谢谢2801的权杖，谢谢2801，好神奇的味道。下次如果问我妈妈可不可以给你们闻闻，像上次我把荆棘玫瑰带到握手会，然后喷给大家，喷的我有点头晕，有点暂时不想再闻到荆棘玫瑰这个味道了。太浓了，就是喷太多了，所以凡事都要就是适量的，不能贪心。谢谢黄金椰椰乌龙的权杖，谢谢黄金椰椰乌龙。人不能贪心呀，有孩子吗？就这样啊，有点油腻啊，就是这样撩一下，然后喷个发胶。主要我们会喷发胶，所以说还挺好固定。但是我这个头发头露，它总是会乱，特别乱。谢谢红茶拿铁。头发很长了吗？我也觉得，我最近也在用一些那个。我现在说话，我要先想想，得负责。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担心，因为就我这个身份，就大家会不会就跟着我一起学模学样？不是，它是一个药，但是呢，就是是药三分毒，不能乱用。对，就是要稍微的吃芝麻糊，吃芝麻糊，大家放心吃，就是有一种可以让头发稍微长快一点的、长多一点的药，但它有那个副作用，就是皮肤会特别的干，然后肤质特别的差，所以说就也不好说。对的，对的。会变黑吗？吃芝麻糊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从小我小时候就吃芝麻糊长大，长大后因为头发太黄，还被老师问是不是染头发了。真的吗？感觉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就是可能我用那个不太行。
芝麻糊不要放糖，要白芝麻，要吃黑色的东西，什么桑葚啊、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好像对头发好，反正对身体好。这个食补，这个有效起来肯定很慢。就是凡事药效快的，肯定也有很强的副作用；药效慢的，健康。米诺地尔就对，就是它副作用也有一些人会有狂脱期，用这个药会爆痘嘛？我的副作用就是皮肤干，其他没有。狂脱期就是会突然疯狂掉头发，这很可怕吧？本来就是因为觉得头发稀少，哦，对吧？就是还是真的会有人有狂脱期的。因为我就是有朋友用了这个，他没有狂脱期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。但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，一边这么说一边自己买。建议大家真的很严重，因为我只是想让头发长快一点，我觉得想试一试，就是是大概就这两天才开始用的，我也深思熟虑了一番，我决定先暂停一下，因为化妆，就是比起长头发，我还是更希望我的妆容服帖一点，暂时还是不想用它了。反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长头发，还是去医院吧，而且洗发水很重要。没有要推荐洗发水的意思，就是大家别问我有什么洗发水比较好，但是洗发水也非常的重要，然后洗头的方法也很重要，平时梳头也很重要，爱护头发就是还挺难，有时候睡觉你睡得不好，这个头发也折损了。怎么这么难呀？怎么这么难呀？这么一说我都抑郁了，怎么这么难呢？我用护发素，我用发膜，然后我还在家里买了那个什么加热帽，然后自己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三部曲，就是一个护理的套装。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做护理嘛，我觉得太贵。之前我做的非常疯狂的一段时间是大概做了五六次，我就觉得我都可以自己买好几袋了。因为我们经常漂染。原来你这么精致，那必须的，就是经常漂啊染啊，就大家头发都坏得很，小东西坏得很，所以就我心态也很重要，不要叹气，那这些也会就是会离开的，好运气一定要吸过来，不能呼出去，知道吗？谢谢夏日桃汁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我打算留着14号，14号再说呢。基因重要，也是。漂的容易掉，你漂完之后，你大概半年你不能再漂，不能再烫了。然后平时多用用发油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漂头发就真的就是个一次性。你说你长时间的漂也不可能，这个发色呢，之后还是会变黑的。咱就是个亚洲人，这头发也长不了那种白发。现在觉得没有意思，就觉得染头发什么的没有意思，就像是一个，就是它有毒，就是这件事情它有毒。所以我现在觉得还是黑头发比较好。就虽然好看吧，鲜艳突出，比较在人群中亮眼一点，但我觉得还是健康，长时间发展，长时间这个头发的心理健康，他自己都觉得很烦了。那之后我们的头发也肯定不会一直待着了。哦，到年纪染发，那是染黑嘛？喜欢冬奥啥项目？行 已经开始提前问我了，大家记得关注14号的直播哦，腾讯直播哦。大三了染头发，因为妈妈会关心你有没有过度染发呀，染头发伤身体。我当时去年前年，
哎，我是什么时候一直染发来着？我妈妈就一直发消息问我，多久染的？要保持好这个时间啊，不能太勤快。19年什么，就是会上头发，这个化学产品肯定对身体不好的，更何况是贴头皮的。一年染三次，挺好的。对，我还不知道看什么。暂时不接头发，暂时不接，所以说要不要修一下？因为会不会有点杂乱？谢谢你哦，这个头发好宠我哦。还好啊，因为你肯定经常回家。就是有时候漂头发漂久了，这个就跟面条一样，像个弹簧。谢谢巴啦啦小魔仙宝宝的戴安娜凝视，谢谢巴啦啦小魔仙送的小猫猫。好耶，好耶，我就要看看这头发，长得有多慢，我就这么看着它，我不让别人陪它了，它别想再让别人陪它了，我就要让它看看自己成长。成长得起来吗？不能总让别人带着他的，头皮会难受的，要考虑考虑头皮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是想得多长头发，还是 想得多长头发，还是想得少长头发呀？长蛮快了，真的吗？我知道了，因为你们当时见我的时候。人显长头发，看来最近挺闲的。我刚说啥来着？哦，之前你们看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没有做过造型，就今天就拉直了。以前我这个头发里面都是自然卷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，我去做了一个护理，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给骗了，就是那个护理做了后悔一辈子。就是叫做 DC 还是 BC 护理，D 什么蛋白护理，有人知道吗？护理，没有人知道。反正你们可以在蛋白矫正，对，千万不要做这个东西，千万不要做这个东西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为什么？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为什么？知道它的坏处这么。知道它的坏处的时候这么晚了，就是我当时是想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什么牌子的普通护理，然后我就看到，哎，这有个什么蛋白矫正，看上去还蛮有噱头的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，他们就非常热情，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它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就也没有多想。我就坐下来了，他们也没有跟我说，就是别的话，就是问我要做哪个，就也不怪他们，因为他们也没有让我死命要让我做这个东西。然后涂了药水之后，我发现他拿起了夹板，然后再加上我闻着我头发上越来越浓的化学味道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我就察觉到这个东西肯定是伤发的了，我就去搜了一下，就网上就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甲醛。然后就是做了之后，可能要一个月才退散什么的，就是一个月就失效了。反正就当时坐在那儿了，我就已经心拔凉拔凉的了。后面我就说你不用给我很用心的做这个东西，我说没有关系的，不是举报吧？就是这个东西是存在，是合法的。它就跟染发一样、烫发一样，只是我在没有了解它的情况下，我单纯以为它只是个护理产品。这个蛋白矫正名字听着非常的吸引人，就名字取得特别好，感觉像是什么歪门邪道的东西都可以给它矫正过来了一样。但其实事实就是，不好的东西就是不好的。它功效就是可以拉直，就是，然而我做完了，并没有很。就说做完了，你该卷的还是卷，就是，只是洗头的时候它还挺直的，洗完了吹干了啥也没有。
甚至还非常的毛躁，就是因为它是化学产品，更毛躁。对。刚刚突然说了好多话，谢谢蜡笔小新的用爱发电，谢谢小新，谢谢小新，小新要多吃青椒哦。最近我发现青椒还挺好吃的，小新，小新不能只吃纳豆，然后不能只喝可乐果汁，知道吗？对呀，我就是自来卷，但我却一直妄想着，妄想着让头发变直。小饼干，小饼干偶尔可以吃一吃。喜欢什么味道的洗发水？现在觉得这种护理产品太香了也不好，就会想多它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香精。当然，有些像什么保加利亚的玫瑰的那种发油啊，他们是真的有玫瑰花的提取精粹，所以说这种香味是没有含任何的化学产品。只是我个人担心，毕竟没有自家产品了解得多，谁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保加利亚的？谁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什么香精啊之类的呢？所以现在就看成分，看品牌的公司可不可靠这种。染个绿，你染个蓝色，你就可以变绿了。你还可以体验两个颜色。也还好，就是这也是一个兴趣爱好，就是 以及就爱护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呢，再研究一下这些。分享给大家，不要踩雷。就是你们看到，你们想做护理，然后看到什么 BC 矫正、蛋白矫正、DC 护理，一定三思啊，就没啥用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托吧？你不是托吧？说用了澎湃发质变好。虽然我最近还给我侄女推荐了我们公司的洗发水，因为她对生姜、黄瓜。还有什么？反正他对很多的成分过敏，我就说，他就是想要一款去油，然后去油成分比较好的，就这样子一个洗发产品。我说什么什么牌子，我就给他推荐别的牌子。他说不行的，那个里面有生姜的，就他用完了之后他就会痒，然后过敏啊什么的。我就说那你可以用我们的一个薄荷的一个产品，就给他推荐起来，可惜呢。谢谢夏日桃汁，白茶的还挺香的。主要他们给我一个特别感动的地方，就是我之前一直念叨的那个精油，他们后面就一直有记着。然后有一次我去办公室的时候，就是他们跟我说放在那个桌上，让我去拿，我就觉得还挺有心的，就因为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但是他们就特地带过来了。什么故里护理？我说的是护理，不是故里，也不是故园啊。什么？我是口齿非常的清楚，是吧？是吧？很清楚吧？是吧？对，漂发太多会固不了色，你上色可能就。当时 Tony 老师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可能给你蒙蔽了双眼，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很好。但是你洗个头，你那些原来的颜色就很快就会退掉了。因为之前我不是染了个有点像粉色奶茶金，反正我洗了几次就变成金色，就暂时的美丽。不如长久的健康。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好，以后就是全场了。虽然上全场就是应该的了，就是大家也不用说什么全场不全场，
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我现在身体这个脸颊肉可不能白长啊！妈妈煲的汤可不是白喝的，我的拳头可不是馒头做的，什么怎么面团捏的？什么怎么说来着？就是，其实早就已经好起来了，就慢慢的吃各种药啊，然后调休什么。但是，谢谢朱迪让借我一把枪，别送了，是这么念吗？那个英文名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目光，在大家注视下，我会茁壮成长，共同进步。谢谢修耶豆豆眼开工大吉版哦，庆祝庆祝！我今天播一会儿，明天还要继续上学啦。谢谢守护神照，护神护卫。哎，谢谢你全场。我那天谢谢括号会开心的全场，谢谢括号会开心。我那天好像做了一个梦，就是，想想回忆一下，就是跟这个。咒语有关，反正我就是慢慢想起来了，脑子里慢慢有画面了。就是我在一栋楼里面，但它不像《哈利波特》霍格沃兹那样那种古老的城堡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学楼。然后我是一个有着什么身份的一个女人，但是其他人都是平民，我就藏匿在里面，就是没有发挥我的这个神秘力量。后来我好像就是去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个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咒语，然后我说了这个咒语呢，我就会变成一个气球，一个气球。那完了，不记得了，反正就是我在那里面，我在梦里面一直 对其他人是蛮。一直的喊咒语吧，喊得非常的爽，就是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替天行道，就在那边保护大家。反正当时还挺混乱的，我也挺混乱的，我现在的说话也很混乱。咒语不记得了，主要这个梦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难记起来。而且做完了之后也没有跟你们讲，就说明它是一个在晚上的梦。正能量吗？我一些正能量的当然不能说了，因为我只能跟你们说我正能量的梦。我还是有一些很血腥的梦，就不能说。谢谢，请来一杯生椰拿铁，谢谢你的生日蛋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生日那天生日快乐！祝生日那天生日快乐！祝生日那天生日快乐！我也想喝生日拿铁，但我不会喝拿铁的，我会喝生椰。谢谢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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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我在家天天给我妈妈，也不能说天天了，还有我姐姐。因为我心脏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个咖啡因，就很多人喝咖啡都会心悸，我就是那个很多人其中的一个人，所以说大家不想我喝咖啡，因为怕我心悸。谢谢 Spark。我给我妈妈做咖啡，我还跟她说少喝点，少喝点，因为我也想喝，看你喝了喝久了，我也会想喝的。什么叫心动？你想回家吗？我播到40分，不好喝。我现在很能吃苦。谢谢坨坨的丈母娘的戴安娜凝视，谢谢坨坨的丈母娘送的别的小猫猫，谢谢谢谢。低咖啡确实可以调，就那个我那个咖啡机它是可以调浓度的，我还拍了一个 vlog。喝酒适量哦，适量哦。
哇哇，大家就是很期待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呢，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剪。我还特地给你们看，我还特地买了一个这样的壳子。谢谢中年新粉善哥哥，可还行？睡着了。我本来想就是，甚至想着今天能不能就是每天剪一点点出来，但是。我太讨厌了，我太讨厌剪视频了。这是个键盘，就是可以打字，就是配字幕的时候，因为我上一次是不是没有配字幕，然后大家好像就听不太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但是配字幕它有自动，就是辨别识别我这个人声讲的话。之前我自动配的时候，哦。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可以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字幕的什么弹幕，不影响弹幕，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弄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，但是，哎，我怕你们太麻烦了，我先试一试吧，我先看看我用不用得惯这个键盘。主要你们有时候也听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们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那天去迪士尼也是，我对着我那个摄像机不噜不噜的讲了很多，然后对着我朋友的摄像机不噜不噜的讲很多。后面我回看了一下，根本就听不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啊，上海话，对，上一次因为我妈妈。有时候跟我讲上海话，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回一下，用上海话回一下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没办法，我这个声音就是这样。我小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声音就是好轻啊，而且我喊我爸爸妈妈，他们永远听不清楚我到底喊的是爸爸还是妈妈。每次在家里我喊妈，然后我爸爸和妈妈都会哎。然后，对，他们就会都会笑。从小24年了，24年，一直这样。就 以前我妈妈还会吐槽说："你怎么总是爸爸妈妈分不清楚的？"我说："没办法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出来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控制不了。"啊，23，我习惯性了，我习惯性，因为本命年就习惯性24了嘛。现在这就是很有趣。啊，23，不就一岁嘛？谢谢碎碎念的薄荷糖，怎么了？24怎么了？怎么还是想说我还小嘛？没关系，年龄不代表什么，心智成熟最重要。这自己长大，自己心里要知道，自己心智也要长大。谢谢沈奇携家属，谢谢。我一点都不年龄焦虑，我非常喜欢大年纪。没有说多大的年纪是大年纪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"大年纪"这三个字有所冒犯，但是我很喜欢。谢谢无名小卒。我不觉得这个年轻就是好，虽然年轻就是好，但是姐姐可比你多吃好几年的饭呢，是不是？这句话听上去很厉害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就很想再多吃好几年的饭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吃好几年的饭。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吃100年的饭，我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止好几年，是好几十年，100年。好了，我要准备走了。哎呀，这个姐姐胃口真棒，谢谢 E P I S O O O，哦，不对，E P I S O O D O。姐姐说："哎，3碗再走吧。哪有这么多人？谢谢六指一耶，欢迎沈壮壮。
明天见，我明天见。不会出去又进来，出去又进来吧。谢谢小付的夜蝶。对，明天也要吃饱饱。已经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吃饱饱，不要吃你，你是小宝宝吗？谢谢嘟嘟，让借我一把枪，别送了。谢谢虾鱼辣椒，谢谢。突然很想吃虾耶，河虾，河虾。明天见哦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嘟嘟让借我一把枪，别送了的一滴。希望今天晚上我可以做那个梦，我还想梦到我在那个地方当奴，我想要再发挥一下我的魔法。我觉得那个梦之所以没有被记住，就说明没有什么高能的地方。谢谢，好评真好的皇冠，谢谢好评真好。明天应该是会来的，晚昼皆中。晚安，晚安。我还挺喜欢做梦的，反正梦里是梦里，就有时候会担心自己做的梦，就梦里会担心自己，但是醒来了就会觉得哇，像看了部电影，免费的。希望可以梦到你们，好了，走了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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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